过来过来，给大家照个相，过来来。试驾。不许叫了啊！是不是我回来之后没人管你了？我不在家时候没人管你们呢？啊，野了，是不是？你们几个都野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不管你们，你们就野了。不管还能得了？岂不是反了天了？你们几个？欢迎啊，欢迎大家来到咱家直播间啊！岂不是反了天了？嗯，小可爱们长大了，嗯呐，他们，哎呀，马上满月了，满月就都40多天了，40多天马上打疫苗了啊，他们马上打疫苗了啊，欢迎大家啊，过来来，过来来，老四跟大家打上招呼来，老四来，四个坐下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啊，小明蛙。人都想你们俩了啊，快，小明蛙，坐好了，大家都想你们俩了。是老四，小明蛙，怎么没断尾呢？因为他们不是泰迪啊，老铁们，他们是跨界犬啊 ，Seven， 他们是跨界犬，所以不能断尾，知道吗？断尾的话，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巨大的伤害啊。不能没有尾巴，小迷糊就是个例子啊，好久不见了兄弟们啊。石榴儿点儿，你们几个不能吃奶了知道吗？啊，不能叫唤知道吗？啊，我回来了啊，你们几个心该收一收了啊，都玩野了，心收一收啊。小狗饿了还不是不给吃，咋不给吃呢兄弟们？不让他们吃奶知道吧，我不让他们吃奶，规矩得有规矩，大狗吃的是大狗的粮，小狗吃的是小狗的粮，到时候了就应该断奶，给我整好了，处理好它，在家都给我干净的，就让我在家时候都给我干净的知道吗？啊，不要放散羊给你们几个啊，干净的不能拆家，不能随意大小便，跟你们听，跟你们开会，你们几个听明白了吗？不准叫唤啊，都长大了啊，不许拆尿垫啊，让我发现拆尿垫的一人一个脑瓜崩，啪啪的脑瓜崩，听懂了吗老二啊，又是拉不拉的，好像听明白了，那必须得听明白，不听明白不得挨脑瓜崩吗？啊啊，你别人的，哎，我一看着地下有东西，我对我就以为是小牛干的，对吗？我也以为小牛干，小狗开始打疫苗了吗？惯着开始打疫苗啊，惯着打疫苗，还不到时候，42天打疫苗啊，42天的时候给打疫苗。他们正常是哪天打疫苗呢，兄弟们啊？他们正常是22号，老铁喜欢才养那么多，既然养了就要好好善待，嗯呐。我跟你说，我对他们比对我姑娘都好啊，比对我都好啊，兄弟们。小泰迪不用断尾吗？不用断尾啊，因为他们属于跨界型泰迪，兄弟们。啊，哎，谁？这小迷糊，这个小迷糊，啊，小迷糊，你老大远点，小迷糊，过来来，小迷糊，玩去，不管了。啊，不管了，我家一个史宾格，一个泰迪，也随便上沙发，是都是祖宗不养狗，人不理解，
哎呀，等会儿那水不能太热了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的水不能太热了。好，坐好了，今天的咱游戏，坐好了，坐好了，抢磨牙棒啊！先别吃磨牙棒啊！不许叫，不能叫，抢谁抢着是谁的啊？谁抢着是谁的，知道吗？听好规矩啊，不能提前跑，谁提前跑淘汰谁。说你那小迷糊，谁提前跑淘汰谁啊？我今天兄弟们，我今天我谁都不让着，谁敢提前跑，我绝对淘汰谁。我不管他是小迷糊还是老迷糊，啊！感谢大家啊，欢迎大家来啊！小迷糊，你来，小迷糊来，过来来。这欠儿吧的，提前跑取消参赛资格，必须的。老师坐，老大坐，石头坐，小迷糊坐，坐小迷糊下来来。啊！提前跑取消参赛资格，知道吗？啊，年轻年轻也不行啊！三过来了，三来，三过来来，年轻也不行啊！你提前跑就不行。我跟你说，我谁都不惯着啊！我今天回来谁都不惯着，知道吗？必须咱以后咱必须得军事化管理，知不知道？啊？一个唾沫一颗钉。欢迎大家来到咱家直播间啊！好久不见了，兄弟们，大家没点亮，咱们点点亮。操你哥的，能做好了不？啊！是不是谁都不想吃的？做好了，做好了，做好了。对吧？不许动啊！还不好使呢，是不是？啊！我给你们分零食。三幺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！三幺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！不许动，坐 ，no， 坐好了，不许动。我想让三元赢，你知道吗？三元现在越按耐不住，我想让三元赢。所以我不想让三元动，知道吗？不许动，知道吗？三元，三元就你听话，不准动，知道吗？我他妈想让你赢，预备，一。淘汰了小迷糊啊！来，小迷糊第一个被淘汰的兄弟们，来，让大家看看你的，看看你的，看你的样子啊！看你这副模样，小迷糊，让大家看看你这副模样啊！看看你这副贪吃的模样啊！小迷糊，小迷糊，看看你的贪吃的模样啊！第一个被淘汰的啊！啊，关起来，关起来。关起来，看着呢。这，直接穿，直接来，快来！你们姐看着了吗？这个都就是下场，看了吗？过来，老四，坐着，老四来。老四坐，老大坐。三过来，三过，三过来，三过你坐一下，去坐着去去。坐来，坐。这就是下场啊！我没数到三，谁都不能动，知道吗？预备，
一、二、三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啊。小明瞎折腾，可不呗。小明瞎折腾，这还差不多，兄弟们，这个还差不多吧，老铁们，没毛病吗？啊，差不多吧。我跟你说，小迷糊他就是浑水摸鱼，知道吗？小迷糊他就是一条臭鱼熏了一锅汤，不是我瞧不起小迷糊，那老爷是瞧不起你吗？小迷糊啊，你瞅瞅你现在成什么样了你啊，你就跟那个跳马猴子似的，你啊，回归动物园吧，关起来，那动物园不都关起来吗？跟他妈跳马猴子似的。来，三文接棒，干架三文的摸牙棒，兄弟们啊，咱说奖励三文就奖励三文啊，咱说奖励给三文就奖励给三文啊，三文接棒啊，看这摸牙棒，兄弟们啊，哎呀，三文接棒，三文啊，坐坐坐坐过来，来，我该训练他们几个了，三进来，先进来，三进来，起来，石亮起来，现在不能进啊，三文进，三文进，好，石亮，你出来你啊，你出来你，好。三接棒，三吧啊，接棒，嗯，大家想买咱家磨牙棒呢，老铁们啊，咱家磨牙棒在第二个链接啊，你们不能叫，知道吗？你不准叫啊，你已经被淘汰了，小迷糊啊，你得认，不认能行吗？过来，来，老四，老四过来，老四来。来，你得认，你不认能行吗？欢迎大家啊，第二局兄弟们，第二局看谁能赢啊，现在已经淘汰了一个了啊，淘汰的都关这个笼子里头，淘汰的关在小笼子里头，赢的关大笼子里头吃，知道吧啊，现在咱俩小迷糊已经被淘汰了啊，还有他们仨，三文现在已经赢了，兄弟们啊，三文已经赢了，好了。第二局，老大坐起来，老大坐起来，老大坐起来，好了啊，一、二、八、九、三，啊。兄弟们，你们看吧，老四，俺家老四那是时刻准备着呀，兄弟们啊，老四在这会儿俩是时刻准备着呀，兄弟们呐，老四太牛了，兄弟们啊，老四，老四接棒啊，这个磨牙棒有多长？我跟你啊，这个磨牙棒大概有十五六公分。啊，十六七公分吧，啊，四根磨牙棒，这一包里有四根，咱卖39.9块两包，总共是八根。老四来啊，想买磨牙棒的啊，第二个链接，咱这是咱家新上的品，兄弟们啊，这是咱新上的品。老四进来吧，老四接棒，进去吧，老四。老四啊，不过我发现你这狗咋不知道好歹呢，老四啊，啊？来吧，三文接棒，三文接棒，三文接棒啊！这老四把三文的抢跑了，你瞅瞅啊！四明把三文的抢跑了，
再来，老大了啊，兄弟们看看啊，小迷糊已经被淘汰了，正好咱们这一包里边剩四根磨牙棒，每狗都有份儿啊。我感觉兄弟们他们俩肯定是小石头抢着，老大指定是抢不上，你们信不信？兄弟们，老大指定是抢不上啊。我不想让老大拿最后一名，知道吧？啊，兄弟们，不想让老大拿最后一名。啊，来，老大，坐好了，来，老大坐好了。啊，坐老大啊，坐好了。啊，谁坐着啊？谁坐着啊？归档啊！看你把谁能拿第一啊！啊，这大肉干，兄弟们啊，这大肉干啊！抢着之后，不但有磨牙棒，还有大肉干吃。这么哎，老大，哇，这么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诱惑太大了啊！老大，你好好坐，老大，我希望老大赢啊！老大，坐好了，对，好好坐好了啊，对，做好要跑的动作，是不是？你做好要跑的动作，老大，坐下。妈的，你再能，你能跑着我，我他妈去吃屎！你能不能跑？不是你们几个怎么跟老四都学坏了呢？啊？那怎么都是老四这种坐姿呢，兄弟们？啊？谁教你们的都这么做呀？啊？这能抢着我都去吃屎去，老大！哎，我是真服了啊！啊？欢迎大家啊！欢迎大家来到咱家直播间啊！等会儿，各就各位啊！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！我操！哎呀！我的妈呀！啊！我都没寻思老大能抢啊，兄弟们呐！啊，我压根我都没想到他能动弹。啊，老大竟然还会动弹！不用说别的，兄弟们，你们想象到老大会跑了吗？啊，你们想象到了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，真给老大一个奖励，老大接棒，兄弟们，老大接棒啊。我都没想到老大会跑，老大坐好了，老大接棒啊，太香了，去吃吧老大，这是感谢老大最好的奖励啊，兄弟们啊，老大竟然会动了，是不是啊？不过没关系，石榴，你也有奖励啊。小迷惑，兄弟们，我说到做到，小迷惑说被淘汰就被淘汰了啊，这几个磨牙棒正好一人一根儿啊，石榴接棒啊，都有棒啊，大家想买磨牙棒的兄弟们，想需要磨牙棒的啊，这一袋里头里边有四根磨牙棒啊，咱家这个磨牙棒呢啊 39.9 两包，每一包里边有八根，长短的话跟你们说长短啊，16-17公分，里边有夹心的，看着里边夹心啊，外面缠着鸡肉，中间是牛皮，里边夹心夹的什么玩意儿？我现在没看啊，夹的应该是牛肉啊，冻牛肉啊，夹的应该是冻牛肉啊。大家有需要的啊，兄弟们，大家可以拍一单啊，咱家下方小购物车啊，第二个链接啊，39.9两大包啊，欢迎大家。哎呀，看小迷糊呀，小迷糊挺可怜的呀，那小迷糊先出来吧，小迷糊来出来吧。小迷糊啊，发生啥了这是？啊？这是发生啥了？跟着你太惨了，小明啊，你想吃磨牙棒啊，小明啊，但是啊，小明啊，老爷刚才说了啊，小明啊，
咱说了谁动啊、哦？你看老四，老四啊，啊，谁动不能给谁吃。小明来，小明啊，今天晚上你的奖励来，老爷给你点奖励啊，看看老爷给你什么奖励，饼干啊，不爱宠就是虐待。哎，兄弟们，你们感觉我怎么啊？我是不爱小迷糊是咋的呀，兄弟们呢？啊，小迷糊给饼干，干啥呀？给，你不吃你不能怼他。给小迷糊吃点来。那你不是小迷糊，你不是犯规了吗？小迷糊呀，啊，小迷糊来。你坐好了，小明哥坐好了。你犯规了，你心里没数吗？你，你该吃啥不吃，不该吃啥心里没数吗？坐好了，小明，坐好了，坐好了。那该吃啥不该吃啥心里没有数啊？小明啊，你下来，小明来，小明啊。这小迷糊真有脾气，兄弟们，小迷糊真有脾气啊！来，听话，听话，老爷给你个磨牙棒吃，行不行？你吃一个，小迷糊，老爷给你磨牙棒吃。你吃一个，小迷糊，来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给你三次机会，小迷糊啊！磨牙棒吃不吃就看你自己了啊！你看这孩子真他妈倔，这还真倔呀！啊，这小迷糊真倔呀！啊，不爱小迷糊就出去，别看。啊，没有说不爱小迷糊的啊，兄弟们，大家不用来断带节奏啊，都喜欢小迷糊啊，没有不喜欢小迷糊的，老铁们啊，他只是犯了一个错误啊，我只是给他一个小小的惩罚，兄弟们，那三文爹怎么可能不给小迷糊吃呢？兄弟们，怎么可能呢？我的妈呀，那没有我的也不可能说没有小迷糊的吃啊！那咋想的呀？咱直播间的好朋友，你们咋想的呀？啊，就算没有我的，也不可能没有小迷糊的呀，是不是啊，兄弟们呢？啊，我可太难了，我现在呀，啊，我就给他一个小小的惩罚，大家既然都接受不了，啊。你光你们瞅着小迷糊啊，那我瞅的也可怜呢，我能不给他留吗，兄弟们呢？我就想让他看着，让他着急，知道让他知道他怎么犯的错，对不对啊？小迷糊，接棒。你们就说吧，狗屁不是还能吃上磨牙棒，你这什么跟谁说理去啊，兄弟们，这跟谁说理去，狗屁不是还能吃上磨牙棒，他妈跟谁说理，那真说不了理，没有理可说，没有讲理的地方。哎呀，大家想买咱家这个狗狗吃的磨牙棒呢啊，你们可以拍它啊，下方小购物车第二个链接啊，磨牙棒两大包39.9元，总共8根磨牙棒。啊，39.9元，总共8根，狗狗特别喜欢吃，啊！你们兄弟们，这么多的好处，这么多的优点，那我不喜欢那我喜欢谁呀，老铁们呢？你们就说吧，那三元爹喜欢谁呀？哎呦我的妈呀，指定他妈有人骂我呢！啊，打了两个喷嚏，指定有人骂我呢！哎呀！那叫爱不释手啊，老铁们呐，那可叫爱不释手啊！啊，我寻思咋的？我刚才寻思把这个奶粉嘛，跟那个啊，狗粮有没有小小包的？狗粮没有小包的啊！大家想买狗粮的啊，咱那狗粮是149一袋，第四个链接啊。什么羊奶粉？什么奶粉？羊奶粉啊？那老四。
真的，老师啥也不说，视频我这么大个体格子了，你说你好意思从你妈嘴里往外抢东西吃，老师啊啊！他妈我都不好意思说你，老师啊！你说你他妈好意思吗，老师啊？哎呀，服了！感谢大家啊！牙膏不是咱家发货，木耳是咱们家发货啊！咱家是东北黑木耳啊，是咱家发货啊！第一个链接19.94块四两啊！我给你们瞅一眼，我感觉现在目前为止，我感觉小老大啊，在他们这几个里头，应该说长得是最可爱的。啊，在他们这几个里头，应该说小老大长得最可爱的了啊！我比较喜欢老大这种类型的，啊，有点像老大长得跟熊似的，他长得有点像，现在有点像那个啥，他长得有点像金毛，啊，不知道小老大长大能啥样，我感觉他比较好看，啊，再一个是谁呢？啊，再一个是咱家四迷糊兄弟们。四迷糊啊，为什么说我感觉他好看呢，兄弟们啊，这小老三，这老三为什么说感觉四迷糊好看呢啊，哎呀，因为四迷糊啊，他有黑眼圈，有一副与生俱来的，这他妈你俩谁是四迷糊呀，我想知道啊，这个是四迷糊啊，这四迷糊我整不明白了，咱家四迷糊有一副啊与生俱来的黑眼圈，兄弟们啊，看不见啊，他这个黑眼圈我从来不曾见过啊，眼睛里头啊，看看眼睛里头，不，你俩谁他妈是四迷糊呀，不是，我感觉你俩怎么太像了，这个你俩呀啊，我有点不敢认呢，我看你坐好了，相信我第一直觉，因为刚才我抱着他啊，他是迷糊啊，长得好看啊，乱套了，认不出来了，哎，这老三跟小迷糊长得真像，跟四迷糊长得真像。咱家那个牙，等一下啊，我这个给四迷糊好好画个眉毛。嗯，好久没看着啊有眉毛的四迷糊了啊，小狗是谁的孩子呀？哎呀，我啥也不说了，兄弟们啊，看透别说透，明白吗，兄弟们啊？不管谁的孩子了，看透别说透啊，不能说了啊，到此为止啊，差不多就行了啊。人小俺四迷糊还得找媳妇呢啊，不要乱带节奏啊，老师来，过来，老师来，来给画眉毛，来四哥啊，好久不画眉毛了啊，好几天了，一个星期了，一个星期没看四迷糊了啊，四迷糊突然没有眉毛，老我心里头不得劲儿。好，老师，来给画眉毛啊！欢迎大家啊，兄弟们，大家喜欢看咱们家直播的，大家点点亮。需要宠物用品的，下方小购物车，大家随便购买。咱家宠物用品每天都是双十一，老铁们啊，每天都是双十一，兄弟们记住了，每天都是双十一啊！感谢大家啊，来画眉毛没事啊，兄弟们，别的地方就别画了啊，画眉毛没事，我总给老师画眉毛。这回这个眉毛，兄弟们，一笔看不着，两笔啊，先用这两笔把眉形找出来啊，看你家狗适合什么样的眉形，知道吧？好，这两笔眉毛画完之后，这回往上一点，兄弟们，这回这个眉毛啊，哎，往上一点，慢慢的描粗，知道吧？我跟你说，这个眉毛今晚咱画这眉毛
绝对是符合四迷糊的气质啊。看着啊，等四别动。好、哦、你哥这帮小狗。这帮小狗真的妈得揍他啊，又去喝奶去了啊。又他妈去喝奶啊。真的，你们光说我不喂狗，他们肚子吃的多大了啊？真的，他们那肚子吃的比他们自己身体都大。啊，老四不准动啊，不准动，老四，你这个眉毛，老四是我这有史以来画的最好一次。啊，四哥，你这眉毛是我有史以来画的最好的一次。四个不能动啊，好，看不着。哎，不能动，老四，不许动啊，非常有气质啊。啊，好好看，好好看，小狗肚真大，兄弟们，真的，他们没少吃，啊，又睡了，好了，别画了，好看，啊，月老四，哎，我感觉这个眉毛才真正适合咱家四迷糊，兄弟们，今天这个眉毛画的成不成功？今天这个眉毛才是真正适合俺家四迷糊的眉毛啊，老四啊。真好看呢，老师，你的眉毛真好看呢，那老爷亲一口吧，老师啊。亲一口，老师，亲一口，亲你老爷一口，老师，快点的，亲一口，老师。啊，四哥，亲一口，快点吃，四哥。四个，一、二、三，七。老师，你有什么？你有啊？小狗拉屎啊！小狗拉粑粑了。靠，等我收拾粑粑去。等一下啊，小狗拉的破粑粑。起来。别踩啊！大家如果有吃木耳的习惯啊，你买的咱家木耳啊，绝对不会说让你后悔的啊！感谢大家。这样的游戏，兄弟们，咱家还有三根磨牙棒啊，老铁们啊，我这还有三根磨牙棒啊。这三根磨牙棒咱一块做什么游戏呢啊，三根磨牙棒看谁能接棒，起来，不许动，你们几个不许动啊，三根磨牙棒看、啊、这个磨牙棒真好啊，这个磨牙棒真好啊，真香啊，小迷糊画眉毛给老四吃一个吧，老四刚才吃过了，兄弟们啊，小迷糊自己吃俩，你看了啊，小迷糊自己吃俩，兄弟，你就说小迷糊这个狗啊，三万，三万，三万，我给你一个任务，三万啊，爸，我给你个任务，三万啊，兄弟们，给三万一个任务啊，三万，三万，你去把磨牙棒拿过来，去磨牙棒拿过来，去，磨牙棒这儿呢，三万来这儿，去这儿拿那个三，那个磨牙棒去。三万来啊，咱家这个磨牙棒是39.9两包，一包里边有四根磨牙棒，总共是八包磨牙棒，八根磨牙棒啊，三万把磨牙棒拿来去，那个磨牙棒拿来，三万磨牙棒拿来，三万把这个拿来，三万去，
就说他看着呢吧，我就说小迷糊看着呢吧，啊？老大，把木药棒拿来。三万，三万木药棒拿上来，这儿呢，拿这个。完了，谁也不给。啊，他谁也不给。坐好了吧，三万，他谁也不给。小明，把你给老爷吃一个行不行？快。小明啊，我拿你不能咬我，我拿一个你不能咬我是不是？操你哥的，你是不是疯了你啊？啊？三，拿那个木药棒，快拿那个木药棒！我操你妈！吓死我了！我操你哥的！哎呀，我他妈吓死我了！给老大吃，这么给我吓的啊！哎，给不给你们吓一跳，兄弟们啊？给没给你们吓一跳？我的妈呀！我操！这给我吓的，我寻思我今天晚上我他妈的我被小牛咬呢，我寻思今晚上啊。不要给他吃了，感觉小迷糊喂不熟，抢去啊！别逗了，让他吃吧。吓坏了吧，老四啊？四哥吓坏了吧？啊？吓一跳，可不呗？吓我一跳啊！啊？对，啊。Seven 他们都已经吃完了，小迷糊才吃上。老爷感冒了吗？有点着凉了，兄弟们。因为我这两天我们这边又刮台风，凉妈的啊，穿的半截袖啊。昨天在沈阳的时候，外面下的瓢泼大雨啊。然后呢，俺们到宾馆了，到了之后呢，外面下着大雨，没招了，兄弟们啊。我把我家孩子，我冒着雨啊。把你家孩子捧上楼了啊，紧接着三文在车里头，三文也没法走啊啊，我以同样的方式把三文也抱进楼里，他们都进楼里了啊，我身上湿了啊，所以有点着凉了，凉哇的，风吹的，风嗖嗖的啊，不过没关系，兄弟们，三文爹没发烧，就是有点伤风了，有点伤风的感觉啊。你太他妈狗了，现在小明太狗了，我没他妈见过这么狗的啊！拿来来，操你哥，你真他妈狗，操你能不叫唤了吧？能不叫了吧？操你妈，我真么服你了，真的这小狗，哎，行。这小狗，哎，行，吃吧。
过来进来，重新抢，重新抢，或者收起来。啊，我给小明收起来啊，一点不四哥，别让他咬着你。小明啊，这我不带你啊，说好了，小明，这我不带你啊。总共就三根了，不够抢了啊，不带你啊。啊啊！看看你们四个谁能抢着啊！小明不能动啊，不能不带你啊！老爷说不带你了就不带你啊！你给我坐下，小明啊！不带你，你在后面给我歇着，趴这儿，不能做起跑的动作，不许做起跑的动作啊！预备，一。二啊！你这，我发现，现在我发现小明你是第一个跑出来的，是不是啊？过来，这小明怎么才能顶顶？不坐了，不坐好了，来过来来，坐好了，把坐坐了，坐坐。再来坐。不知道什么小明，你不能动，不许动，秘密思过，啊，各就各位。一，坐立！操你哥的我！我说啥了，小明啊？啊？能听懂话不？啊？我连三都没喊就开始跑，也他妈你是真聪明还是假聪明？啊？回去坐好了去，小明坐好了。预备，六，九，你看看你看你真的，哎呀天哪，你说我怎么整不了他呢？啊，我都说不带你了，小明，不带你了，你能不能认真点儿？你坐这儿都说不带你了。啊，一，六，八，勾，
三。抢了抢了，整不了了。抢就抢了吧，整不了。小迷糊是让我，算是让我上老火了，兄弟们。啊，小木耳特别好，小迷糊算是让我上老火了。能吃，咱家最能吃的是他，最淘的是他，最不听话的是他，啊，最受欢迎的还是他，我这整不明白啊，兄弟们，为什么小迷糊在咱们家最受欢迎呢，老铁们？啊，太失败了。啊？为什么小迷糊在咱们家这么受欢迎呢？啊？难道是因为小迷糊小吗？啊？难道是因为小迷糊单纯吗，兄弟们？啊？关起来。小迷糊表演的好。是不是小迷糊太单纯了，大家都喜欢的呀？啊？单纯就是傻的意思，兄弟们，啊，单纯就是傻的意思，不错，欢迎小迷糊，长得好好看，我也感觉小迷糊好看，但是小迷糊吧，缺训，我也给他送到学校去，我也给小迷糊送到学校去，接受更正规的训练，是不是，兄弟们？小明应该接受更正规的训练，他不应该现在在我这儿，因为我训不出来的呀。他压根就没把我当成主人，小明压根就没把我当成主人啊！我需要找一个他认为是主人的人啊，去训一训他。他在我这儿一无是处，狗屁不是，在我这会儿了。他是未来的大网红，你说小迷糊呀，兄弟们，在我这块狗屁不是，松总他会想我，你别说他想我了，兄弟们，啊，我就跟你说，我要把小迷糊送走了之后，我都想他，知道吗？你别看我对小迷糊啊吆五喝六的，真的。我要是把小迷糊送走的话，我都想他，更别说你们了，兄弟们啊！这小迷糊，你别说，哎，给咱们带来太多的快乐，带来的欢，太多的欢笑。给老拿一个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小迷糊，给你吧，小迷糊。啊，这样快快乐乐挺好。啊，快快乐怕出狗命，起来，咱俩来起来。啊，就因为他尿尿，我都不想打他了，但他始终不长记性，为啥呢？老铁们，你们说为啥呢？人都没有十全十美的，更何况动物。小狗去哪？小狗在这儿呢，小狗在这儿呢啊。嗯，来说没毛病吧，小迷糊啊，啊，我给小迷糊也画一个眉毛，来，小迷糊，老爷给你画个眉毛，你做啥了，小迷糊，来，你做好了啊，我给你画个眉毛啊，家里味道重不重？我跟你说吧，还家里还真没有味儿，兄弟们，啊，有人说三万八，你这么在吹牛逼，你家怎么可能没有味儿？我跟你说，俺家真没有味儿，啊，过来来，小迷糊。你也通风啊，勤收拾，知道吧？勤收拾，勤通风啊。然后呢，家里用除臭剂，多喷一喷，喷喷除臭剂啊啊，多喷点消毒液，知道吧？消毒啊。周岁了，习惯味儿了。做好了，来，小明做好了，做好了，来，给你画个眉毛。没有眉毛，你以后不能叫死迷糊了。起来，三起来！没有眉毛以后不能叫小迷糊了啊！做好了，只有有眉毛的小迷糊才是正儿八经的小迷糊啊！看你怎么收拾。
三位你别动，谁家狗狗没在家尿过烟？起来起来起来，上，准备汇报啊！俺家小明画眉毛很简单，几笔就画成。嗯，我一小明画眉毛都不用睁眼睛，兄弟们，啊，我都不用睁眼睛，这两边眉毛画的指定老对称了。这两边眉毛指定画老对称了，不动啊！啊，感谢大家啊！大家有想要眉毛的兄弟们啊，大家有需要重用品的兄弟们啊，下方小购物车，大家随意拍，咱家重用品每天都是双十一啊，每天都是双十一，有需要重用品的大家多拍几单啊，因为咱家东西啊便宜。啊，以后买宠物用品就来咱三万家买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看啊？加粗就好玩了，知道吗？这样显得小迷糊秀气，这小细眉毛显得小迷糊秀气啊。行不行，行不行？挺秀气吧？啊！我也给他纹一个，给小明纹一个白眉毛行？啊，白眉毛能看清，黑眉毛看不清，是不是？给小明纹一个白眉毛，好 ，OK 的，这小明多好看！这小明好看了啊，口红，小明现在还有口红吗？啊，兄弟们，啊，你们真以为小明还是一个月之前的小明吗？小明说好了，你们真以为小明还是一个月之前的小明吗？他现在还有口红吗？啊，这样就行。小明来看看啊，看啥样了。哎呀我的妈呀，这也太好看了，小迷糊啊。小迷糊，我让小迷糊瞅一瞅他自己啊，兄弟们啊。我让小迷糊瞅一瞅他自己啊。小迷糊不许动，过来来。小迷糊来啊。咱家牙膏啊，咱家那个牙膏是49.9块六支啊。过来来，小迷糊来。第三个链接，牙膏是49.9块六支啊。呀，感谢仙儿茶，欢迎啊！哎呀，这不是感谢啊，仙茶儿啊，欢迎大姐来到咱家直播间，仙茶儿啊，谢谢啊，坐好了，兄弟们，咱给仙茶儿点关注，感谢大姐送来的穿云箭，小迷糊，老爷抱抱你，你看看你自己的眉毛啊，啊，看小迷糊啊，小迷糊，看你的。大家给绑一圈出来，兄弟们来，小明啊，你看，啊，我的妈呀，小明啊，哎，看啊，小明特别惊讶啊，小明看看，啊，小明你看你自己帅不帅？啊，小明啊，你看你自己帅不帅？小明啊，啊，你说你眉毛，兄弟们再给绑一圈出来啊，老铁们。大家给榜一刷刷，欢迎榜一大姐来到咱家直播间啊！卖茶的兄弟们，咱家上一号卖直播，咱去溜溜的兄弟们，咱上一号卖直播，咱去溜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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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啊，小明啊，啊，老爷笑抽了，那小明好看，多好看，小明啊，来亲一个，小明啊，你他妈离我远点！哎，兄弟们，你们发没发现？小迷糊自从做完节育之后，小迷糊现在愿意亲我了。你们还记不记得小迷糊之前没做节育之前他不亲我？兄弟们，你们记不记得小迷糊以前不亲我？他怎么现在做完节育之后亲我了呢？啊，是不是？同性相斥，异性相吸。
小迷糊老爱孔雀叫叫，行不行？小迷糊，他一点不老实。我跟你说，小迷糊最好认的一点就是啥？胸前那块有块白毛啊，这是小迷糊的胎记，兄弟们。啊，这是我家小迷糊的胎记，以前还捂鼻子呢。去玩吧，去玩吧，玩吧，小迷糊，去吧。啊，让他跟老四坐一块就好玩了啊，让他跟老四坐一块就好玩了。欢迎大家啊，欢迎大家来到咱们好吃啊，我买过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小迷糊，你还别说，小迷糊挺秀气。小迷糊坐这儿，小迷糊，我要看看你秀气的脸庞。小迷糊，老爷看看你秀气的脸庞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小迷糊真秀气呀！啊。没变，我买了两袋，挺好吃的。老大怀上了，老大没怀上。啊，老大没怀，老大得逛两天，兄弟们。啊。小迷糊全家人膈应，全膈应。小迷糊以后就改名叫全膈应得了。嗯，全膈应，全家都膈应得了。嗯，没人喜欢他。你看，你看，老四爷，他亲爹都烦他，是吧？亲爹都烦他，是吧？哎，你看，臭不要脸的小迷糊在这儿，是吧？他以为人多稀罕的呢，还没有稀罕的呢。没有鞋，老师把尾巴翘起来了啊！老师把尾巴翘起来，打算跟他干仗。嗯，小迷糊挺好玩。大家那个迷糊，你这半年不下十袋狗粮吗？啊？还他妈咬你大姨！别动，小迷糊，过来来，小迷糊。走，走，好，不许动，小明啊，走，咱走，走，走，坐头，坐，坐屁股，咱坐屁股，走，不是姑姑吗？爱啥啥吧，爱啥吧，小明，关键是是啥不重要了，关键是。啊，都他妈成型了，是啥不重要。啊，你看小老大，那小老大，我是不是得揍他？看啊，看小老大，这小狗都会蹦高的，你看这小狗都会蹦高的，你说啊，啊，欢迎大家来到咱家，感谢仰望星空啊，谢谢仰望星空，感谢红丽人，谢谢红丽人。谢红丽人啊，这些狗打仗不？不打仗，兄弟们，他们不打仗啊。在这个想买咱家磨牙棒的啊，第二个链接，咱家上的新品啊，39.9啊，两包，每一包里头有四根，总共是8根磨牙棒。三日常看不惯小迷糊，小迷糊日常欺负老大，老大日常被欺负，老大其实是让着小迷糊。啊，俺老大让着小迷糊，小狗要怎么训呢？小狗啊，你别问我了，铁子，俺家小迷糊都没训好，啊，我现在都不会训狗了。你，我发现你比比划划的，你一天没数了，是不是小迷糊？啊，你说没数了，小迷糊，天天往老大后边爬。没事，老大啊，他啥也不会，嗯，他啥也不会啊。好了，兄弟们啊。干睡觉吧，早上起得太早了，开一天车也没休息好，这两天，嗯，太累了，兄弟们，谢谢大家啊！不许拆家，嗯，让大家早点睡觉，兄弟们，你们也早点休息啊！三个电视播了挺长时间了，你们也早点休息，好不好？啊，感谢大家。你们早点休息，早点睡觉啊！让咱们明天见。